第一次看到上厕所的男的。很多山就是在海边，它的石头的颜色是红色，所以呢，所以叫红石头海，红海的摩西过海的地方嘛，就是摩西出埃及的地方嘛，这个地方嘛，到哪里？到西奈半岛那边嘛，就是海的话，海底就是都就分两边嘛，有那个摩西过海的地方吧，就是潜水的摩西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吧，就是在这边吧，红海不是地中海，因为到现在很多人来了埃及后，就是他觉得他在地中海，不是在红海这边嘛。